天呢，我就要去金马伦啦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准备要出发去啊。我今天就带一个 bag 去。对，现在是早上的八点，所以是八点啊。啊，随便，就大概八点这样啊。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去金马伦，先去吃早餐先。所以等一下再见。有，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小型的茶园。鸡嘎的鸡汤。今天是拜二哎，怎么这样多人？不讲好的这个，不好的这个。Ambulance。其实真正的 Tea Garden 不在这边啊，只是现在停下来看一下，离 Tea Garden 还有 Tea Ball 的那个草原大概还有10到20分钟这样。这是有一点点恐怖。哦，还有，其实现在我是用着我的 Rode Video Micro，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这个 Rode Video Micro 的 quality 好不好啊？因为我是第一次用，平时我都是没有用麦啊，这次是用麦，因为新买的嘛，不用啥的。哇，超大的！如果我买 wide lens 会更爽，只是我现在还没买。如果买 wide lens 的话，会更美哦，那风景。可惜我还没买到 wide lens 啊，就等下次买 wide lens 再来啊，或者去跟丁海伦之类的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啊，等下见。Yo， 我们现在就来到 Strawberry Farm。哇，很冷。蛮冷的，现在。
healthy strawberry from Welcome。哇，不讲笑真的很累一下。OK， 又来了一个另外的那个草莓园，这是卖东西的是吧？来，黑眼幸福力买一个，我帮买一个单。我太好，我看不到路哎，没有近视。有2.9罢了。哇，这个美味。哆啦 A 梦喂，10块是要20块。我要巧克力嘛？啊？巧克力，我是要拉文的，我想吃个拉文的。拉文的？啊。到底拉文的？喂。拉文的，拉文的啥都？拉文的。耶耶耶。这间是暂时经过不错的店，它的 ice cream 真好吃，超好吃 ，lavender 口味。现在我们就来到赛勇采购，这个叫 water。看来这边写 water Chris Valley。听说这里是吃火锅的，这是哪个？我们的火锅是做套餐的，它有两种，做全素的，这个是有肉的。哦，这是有肉的。对对对对。不要酱扣不下来，盐不水。你中哪？中哪里？拿过来呀，我的红包呀，你高级呀。拿什么？烧了哈，我要吃下洋菜，我也放了。等一下，下碗先啦。你会下肉咩？刚才在那下面。肉面什么的。肉啊，在那边呢。
很好的，我们拉门的到了，而且还没有关门。竟然还没关门。我们终于进到了拉文的。不要问我为什么会只是一直拍花，然后没有拍自己，因为我本身是不喜欢自拍啊，拍自己的，我只是喜欢拍一些美丽的东西，所以我就让大家欣赏一下那些花朵啊，然后相信这一个 Lavender 应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，所以今天就是应该到这边，因为现在已经也五点多了。差不多要六点了啦，现在，然后应该也是准差不多要走那种时间了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准备要走了啦。Oh my god， 这个很 cute 哎，擦。
超 Q 的。是啊，就是个很 Q 哎、欸。三十弟弟。我不要了。这是 Husky 还是？嗯，买大的比较好。哦，这个更 Q。80。OK， 走 ，Let's go。OK， 现在我们真的是要回了。回的路程。OK， 今天金马论的旅程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就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还有记得给我 comment 一下我的麦是怎样啦。如果觉得好的话，也是 comment 一下。所以今天就到这边，拜拜。